神秘的人先别问，先伪装安分，爱试探的眼神正泄露着几分心机，也许要等万种可能，一直认这一个身份，千丝万缕的线索勾起了那不宁的心神，独行人独家圈独家梦独家魂，我们已构成第一人称，背过身猜的稳猜的准猜的很猜猜，我细细游戏的分独行人独了圈独了梦独了魂，想问究竟谁最终获胜，不这又怎么变人，谁是我这么早，怎么了？我做了蛋糕，带给你尝尝。好，进吧。三 A。我不会是打扰到你们了吧？没有。宋瑶呢？她在楼上，还在休息。哦。宋瑶呢？啊，她在。告诉你可以，但是我得先有你的微信。来，扫吧。啊，你通过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他在哪儿了吗？早上好。早。你快尝尝。好。蛋糕很漂亮。这是我今天起大早专门给你做的。你看，这蛋糕和我衣服颜色专门搭配的。都不知道从何下口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晨晨哥哥，我想借用一下洗手间。在那儿。嗯。就不在，他俩的关系果然有鬼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，梁小姐，真没想到你还有早上串门的习惯。瑶瑶，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洗完澡之后要把头发擦干。不然你一会儿又要头疼了。哼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以后我的头发都要由你来吹干。
说话不算话，你坏。好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梁小姐，那你……哦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蛋糕挺好吃的。翻墙又爬窗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乱来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！抱歉了，宋小姐。没关系，宋小姐。学长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嗯，辛苦了。昨天折腾了我一天，今天一大早又来。我是人，不是陌上的驴。你这样奴役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良心，是吗？要不是你昨天晚上不跟我搬过来，至于今天早上这么手忙脚乱的吗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身份就暴露了。对呀，你身份暴露了，你身份暴露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是我名义上的太太，怎么不关你的事儿？我身份暴露了，你呢？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他不会真生气了吧？要不同居这事儿，你要实在不愿意就行，我搬，不就是同居吗？反正我们也领了结婚证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谁又怕谁呢？我怎么早没想到啊？反正我那份合同肯定就在这屋子里，来了我就是挖地三尺也给他挖出来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陪我回去收拾东西，我明天就搬过来。等一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别动。你真是有病！慌乱的温柔，在忍住说爱的时候，世界在暂停。你知道一般女孩子的家都需要准备什么吗？心花开在心动间走，情正浓。我想这些没用的干嘛？
一生一世一直发狂。我不懂，只需心动，只对你心动，爱像风轻轻划过苍穹，心的地雷慢慢消融。我只是为了尽地主之谊。喂，有个小忙需要你帮一下。小忙？对。乔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？找人清木是要遭雷劈的。给你算加班工资。大哥，怎么在这儿呢？请到这儿。你们这有钱人都不睡觉吗？三更半夜买这么一大堆东西，还加急配送。我们俩刚睡着，硬让老板给叫醒。可不咋的，我看你啥也不缺，这么着急吗？对，着急。东西都在这儿了啊，走了。明天几点出工？6:30。不是6点吗？老板6点。你去哪儿？跟谁啊？回来还爱我吗？大别墅，秦昊没爱了。那你带我一个呗，我也想住大别墅。去去去，有没有点正事？你注意安全啊！哎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这次一定会把合同拿回来的。嗯嗯，加油！你行李呢？这儿呢。你真不用买了，我用不上那么多啊。就是有点贵。不行，多少钱经得起这么花呀？懂不懂现在流行的是极简主义？哎，哎呦，这些杯子很可爱，很适合你。
买了一沓了，还买啊？这个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抱起来。哎，好的。求求你了，嗯，秦昊，你把手撑大一点，多抓一点，还有腿，腿也用上力，夹一点，拿腿夹一点，手多抓一点。哎，你那个太少了，放掉吧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不喜欢，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下，放掉，不要了，放下吧。嗯，哎，你来这儿，这儿多，来。一会儿你的左手呢抓那一只，然后右手抓粉色的，然后用腿把这两个大大的抱一起，然后再用腿把它抱起来。你不是觉得幼稚吗？我抓的。我住哪儿啊？
约人同居，东西也不忘拿一下，房间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终于不用跟沈双双挤一张床了。找合同。苏瑶，你的立场坚定一点，不要被眼前的糖衣炮弹迷惑了双眼。你别忘了你深入虎穴的目的是什么。合同呢？你不会以为我蠢到会把东西放在这儿吧？里面，谁洗澡穿衣服啊？倒是你，大晚上跑到我书房来，鬼鬼祟祟的。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这房子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不是说同居吗？当然是我随便去了。我一会儿还要去厨房呢，关你什么事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管得多着。这房子明明就这么大，我应该没落下什么地方啊。
找过了呀，还能藏到哪儿？我知道了，地下室。求求你了，嗯，我怎么会玩这么幼稚的东西？好，我早有准备。才四位数，最多就24种排列组合嘛，简单，一个一个试呗。怎么在这儿？我这样开的，才四位数，很简单。我给你换个男的。啊？不是，你在这儿按电话号码呢。要说狗，还是你狗啊？挺有招。高精尖设备过来，我一定要把他地下室的密码给他破了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极客。你干嘛？当然是送老公出门啦。我帮你调一下啊。你今天有点反常。啊，没有吧？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赶快去上班吧。今天也要加油哦。
老公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来，全军出击，给我破！破！说密码是多少位来着？十一位啊，难不倒你，上！上你个头，上个鬼啊！啊？怎么了？十一位很难吗？嗯。我这是，我时常因为不够愚蠢而显得跟你们格格不入。不是你们知道破解十一位数的密码，那需要多长时间吗？又穷举法，那最起码那也得……起码什么起码呀？单秦昊不在家，赶快的吧，拯救完了。可不是咋的，双双，你去盯梢，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。Yes, madam. 天哪！1%了。虚说。10%。哇，50%了。啊，行，疼死你爹了，撒手。你就是行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好像留的有后手，只要破解了最后一位，就会自动报警。那怎么办呢？别催，再催你爸爸的手也不会飞。哎，别磨叽了，快点！你不能把你的安全弹出。我去前面堵住他，你们从后面走，快跑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拿东西了？这要干什么呀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但你不能动手。这是？这个呀，这我刚才不是打算把家里的那个……进来了。
杨瑶怎么一直没动静？不会有事吧？哎呀，现在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，放心吧。秦昊，你去成天集团究竟想要干什么？瑶瑶，什么情况？快回信息啊！瑶瑶，搞定了没有啊？瑶瑶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瑶瑶，遇到困难了吗？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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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同拿到了没？没事了，刚才谢谢你。你刚刚怎么了？你应该知道，很多年前，季承川是死于一场火灾。那场意外，我也在现场。
我爸那天第一次带我去他家玩，那天我和他在玩捉迷藏，我躲了起来。后来煤气就泄露了，起了火，林叔阿姨和季承川都没了。躲进柜子里的我是唯一的幸存者，我也从此患上了怕火的应激障碍。所以你胳膊上的疤，那时候你吓坏了吧？都过去了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想问的？你冒充季承川加入成田集团，肯定不是为了钱这么简单吧？我确实有别的目的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没关系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只是我怕，万一被发现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抱歉，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不想你也卷进来。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我绝对不是为钱而来的骗子。秦昊。我相信你。晚安。晚安。冒充季承川加入成田集团，肯定不是为了钱这么简单吧？我确实有别的目的，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不想你也卷进来。但我绝对不是为钱而来的骗子。秦昊，我相信你。合同呢？为什么不拿合同？苏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丰盛都是你做的？这个给你。你确定？不要。
说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要把合同给你也不是不可以。把他签了。你不想给我合同就算了，你整这么一出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咱俩是同类人，要是我把合同给了你，你回头翻脸不认人了怎么办？当然了，这份协议不签也可以，没关系。这一年里，你作为我的妻子，要和我共同进退，还要和我出席各种社交活动，让别人觉得我们很恩爱。怎么样？不难吧？考虑好了没有？我的耐心可是很有限的。好啊，一年就一年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你千万不要爱上我。谢谢。我也有个要求，在这期间不许再勾引我。比。不再仔细看看？不用了，赶快给我合同。还挺懂的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，老婆。假装清醒，就像我，就像你，表里不一。